结合不太专业，所以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要调整。您那笑问题，大家好，欢迎收听了对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这来自于七天大圣的橘子酱小恩给我们带来的九级的茶地龙火炮。也就是说我是 SB 啊，他说嗯，哈哈，第一个是飓风小镇啊，标准模式，我们在右上找出生点，什么鬼嘛，为什么他是 SB 嘛，妈的肯定是他得罪谁了，人家上他的号啊，故意来得罪人，拉拉仇恨，做做傻逼行为，比如说把杀手号或者飞机号的号开上去啊，去喷人 TK 挂机，完了那飞机号会来打人的，哈哈，绝逼打人了，不用怀疑，我他那个号里面应该有不少东西吧也，他个好啊，金币车无数。瞄准好，让他干他呀！不动了，断腿了，但是我一时半会上不好呀，啊这啊，好好好好好，这还行，有点喝水呀，我靠，这几天休息都不太好。那也没什么给我们打的，这里打不到。好，然后这里可能是个机会啊！别急，你没有中不知道啊。来，就放了一发。他这个九级的茶地龙火炮，他是单发的，没有弹夹炮。等等，你看这些形状啊，这些基本上都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你会认不出来，但你看了一下那个名字你就知道。实际的那个是茶地龙1558，他这个是55。还给个机会啊，好，这里你要帮一下，不然他很危险。但是没伤好弹啊，救命啊！亚美丁，亚美丁，亚美丁啊！好像击穿了。擦，他死了，你露出来了。哎，你这个，你是血皮制造机吗？全被你搞成了血皮。不带这样玩的啊！好漂亮，金币弹糊脸，他现在先用的是金币弹，
火炮的金币弹主要是加爆炸范围的，好像伤害也会加一点，其他的主要是 APCR 跟 HAT 为主。但 HAT 我一直没明白它的定义是什么，他说的是穿身也会夹一点啊，会怎么样，然后穿了容易造成成员零件的损伤，但实际上你用过的人都知道那个东西如果你打不好的话是很难保证泡泡穿的，然后反正我觉得我对那个控制不来，然后反正就打得不好的或者新手 HAT 千万别打履带就好了，因为太容易被履带吸收了。哎你出来 啊知道前面有危险，哎不出来，你来不来，好啊，没有没人，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啊往前冲，队友已经干了，那现在怎么办嘛，现在陷入僵局了，而且对我们这边其实并不算有利，因为他们还有中坦，我们已经没有机动力量了。哎呀，有个黑豹，有个黑豹，豹，小豹子啊！发现目标。好，冷静冷静，缩球，漂亮！把目标干掉了。妈的，豹你菊花！因为刚才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去等缩圈，现在只有两个炮，他们要上演极地翻盘吗？啊，绝地翻盘，他妈个蛋的！这你们怎么办？好，我操！寻找下一个目标。刚想睡觉就来枕头，这遭不住了。你砸地板他都死了，我跟你讲，但是现在他也怕意外，因为对面也有火炮的，允许我操，漂亮，自走炮确实牛逼，赢了呀，你们两个一起上了呀，只剩他们最后一个了，哎，你不要紧，还有自走棒呢，打不到你站，你过去站到旁边就行了，他就慌了。等会还有自走棒，确实的，好漂亮。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有需要制作视频的视频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888，可以点看。有微信的同学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信号。那这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